你这是怎么了？一二三四，哎，这哎这杯年少如何？无知之士。碎玻璃。真的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这边这一张这边已经走了五个了。这边，嗯，就只剩他们俩了。能跟他们俩了。啊。你看这个长那么好看，对吧？这个那么暖，把它拍的真的很不错。哪个暖？很聪明，很暖，而且很暖。你说得力吗？嗯，啊，超聪明的。他知道，他说的每，干掉他。他知，对不起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，非常在脸上。有他的话，他们里面很。这个又长那么帅，这个人品又那么好，全淘汰了。还有呢，这个那么搞笑的，那么搞笑，专业暖场，暖场。你们这儿绝对不会，不会冷场的艺人，不会笑场，笑点全部都在他身上的。现在如果说回归的话，估计也就是应该是司仪和何丽两人，应该是何丽，我觉得应该是何丽。不知道，得看你们了。有没有可能也是那头？那头也有可能没有人气，还有那头，但是要那头。真的人气回来，人气再加我们这里那头，再加那头，那头他谁回来？那好难选啊！就是如果不难选啊，为什么会难选？因为孔方和周周都很难选啊。没有什么难选，他们两个难选而已啊，他们俩也不难选啊。那你们是不是都会选？不一定，你选，你一直选，我根据游戏怎么去做，我就会怎么去选。他怎么会被淘汰？他长那么帅，他没梗啊，很低，好几周是吧？没有，他最后两周，他算到自己差不多有点累，然后有点累，然后他就发疯了，突然。我知道，这样有点过，太过了，不能爆的有点厉害，太过了，然后招全部都是黑，然后最后。造成这样子才走的，我觉得就用这个方式走，我觉得有点不值。哎呀，千万不能这样走。是，他走挺可惜的。就是因为你们这儿唯一能闹得起来的就是他，当时一个比一个阴沉，跟真的是谁欠你100万似的，没有，所有人都是。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功能都很大，是吧？在这里面，他也很搞笑啊。但是有没有一个，我知道，有一个地方啊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。哎，我觉得梁启明走是挺可惜的。最后把他拍得好好啊，他在一个人4-5点，然后屏幕上面打着是凌晨几点4-5点，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写信，一边哭一边写，写的还挺好的，很感动。是啊，那一定的啊，因为为他复活赛回来打底，一定要。